我还小兔子，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啊，兔子变成巨型 Mario 了，啊，啊。Hello， 伙计们，你们好，又见面了，我是鲤鱼。这次我们一起来玩 Super Mario 3D World 超级马里奥 3D 世界。上次我们玩的是狂怒世界，这屏幕怎么了？哦，它还会切换天气的。噔噔噔噔，这晚上的话，哎，怎么只有公主跟马里奥啊？路易吉跟奇诺比奥呢？哪儿去了？听说这个游戏的难度不小，如果你死的太多的话，官方会让你变成一只白狸猫。我不知道什么是白狸猫，可能就是类似于无敌状态之类的。看样子这次不是来救公主啊！哇，这么多禁闭突然出现，来吧，选择角色。哦，可以换角色的，每个角色能力应该都不一样哎。路易吉跳的比较高，然后公主会滑翔，奇诺比奥跑的比较快之类的。哦，有动画我之前跳过了，我这次看一下。哦，马卡巴卡，哦，玩，喂，水晶般透明的水管呢？不愧是修理工啊 ！Oh no！ 这谁啊？他的兄弟姐妹都被酷霸王给抓走了，这酷霸王怎么还收集？哇，说啥来啥，这是萤火虫公主吗？这次没准备抓公主啊？你怎么自己送人头啊？城堡的那个地方，哦，所以这跟奥德赛、狂怒世界都不太一样，这是一个个小关卡，对吧？这第一关嘛，来吧，超级铃铛山丘 ，Let's go。操作的话都跟平时差不多，远跳、跳蹲。哎，我怎么跳楼梯上了？你干嘛呀？踩扁你！哦，小猫，哇吧，哇吧哇吧哇吧，哇！应该跟马里奥差不多，有很多隐藏的地点。这地方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砖块之类的？哦，就找到了一颗小星星，左上角让我们收集三个嘛。哦，棒棒棒！它的视角是那种固定调节的。这什么？这隐藏地点吗？啊，他告诉我终点在什么位置。我这是来到小小公主王国了吗？他们是什么虫子吗？萤火虫，是个兔子哎！你能追得过我吗？嘿嘿。哦，这么轻松又得到一个星星。哦，星星之力嘛，那个奥德赛是月亮之力，狂怒世界是太阳之力。有管道啊，我们先去管道那里。嘟嘟嘟嘟嘟嘟，这什么东西像印章一样？
就完了吗？哎，印章干嘛的？给我加分用的吗？哦呦，这什么？有个大兔子！别跑，大兔子！我还小兔子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！呀，兔子，好爽啊！我变成巨型 Mario 了！哇！下面居然有隐藏的星星，那我不加的话，我不就加不到了吗？那关卡应该是可以重复玩的。等一下，我需要换成猫了。耶呵！这种关卡就适合快着玩。哦，跳棋。哎，它是往上爬了一段吗？平时玩 Mario 最不擅长的就是爬棋了。还给我一个贴纸。哦，这下一个地点，不，这里也可以有方块可踩。小鸟，这地方攻击不了。看来要经过很长时间到后面的关卡。这是什么 ？World One Two。这是世界一的第二关吗？慢慢归地下洞穴。我记得经典马里奥也是第二关是到地下。哎 ，Hello， 嘿，这壳没了，哇，好可爱。你好，喂，哎，你壳丢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走了。哎，上面能走吗？上面应该走不了。我能直接跳进洞吗？快速的下洞方式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别追我，别追我。哦。Hello。Hello。死掉了。哎呦。这壳能拿吗？我以为可以拿起来的，直接撇下去了。Hello， 哎呀，失策，快走！我这个龟动起来了。哎，这地方可以无限跳吗？为什么我跳不动了？这是。啊，所以是有命的，这游戏是有命的。我们一共就五条命，还剩四条了。珍惜命吧。哦，所以说要小心点了。踩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再碰一次又死了。哎呀，蘑菇，别走！我以为它要掉下去。OK， 可以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破蘑菇也来打搅我。哦，所以小的话是撞不碎砖块的。这里有个洞哎。哦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哎，其实我可以利用它的龟壳撞碎这些砖块吧。别打到我！这边能帮摧毁一下吗？哦，加了一条命。我怎么过去啊？我光想着，我从这边走吧。OK， 再见。乌龟真的太危险了，但看你好不爽啊！等一下，我看你好不爽啊！我这，哎呀，我就没事有病吗？我去，我连砖都撞不碎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不是有猫猫铃铛吗？我才想起来。哎，再见吧你。OK。离远点。这什么？好多钱呢。走。
呀，这地方是不是上面是不是可以走啊？离我远点！这都撞碎了，我怎么上管道上面？哦，可以的。啊，加时间的哦，我们有倒计时的，我们要在限时的时间通过这个关卡。我们还有380多秒。呀，哎，我怎么把龟壳拿起来了？我不给你了，啊，我不给。碰到又完了。哎，这我上不去了，可以通过这上面上去。呀，我变成火球 Mario 了，咱俩冲冲冲冲冲冲！这什么？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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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在限时的时间打败他们，还是有火球力量比较强啊。没有了延迟力，我该怎么对付他们？就只能靠踩了，那样感觉很难啊！你们这么……啊，我的火焰之力又没了。哦，这上面这么空，一定有东西。哈哈，呀，怎么上面还有王八？这么多王八，我先不对付他。又是印章哎，印章到底有什么用？哎，我还有喵喵之力，什么时候得到的？换道具了啊，刚才换道具了。哦，我还有个。星星，那怎么办？夹在蘑菇中间了，喵！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耶！这就是通过来而已啊！啊，这样就过了，好轻松的音乐啊！疾跑！哎，耍赖爬旗杆。喵。6万多分。这又给个贴纸。哇，一共有这么多关卡吗？哦。我估计后面的星星都隐藏得很深。发现哪个就加哪个吧。要发现不了的就以后再说吧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 ?Hello?哎，我不想进这个关卡里面。这一颗星的什么？阻挡者布鲁。哇！哎，好弱呀，我这……哎，我怎么还掉血了？不过没关系，我赢了。哦，这如果没有道具的话，怎么打赢他们？那只能靠踩了。布鲁布鲁。直接踹倒了。哦，激活了新的关卡。那小蘑菇房是什么？这不是关卡吗？这好像不是关卡呀，它没有显示星星。哎，欢迎来到奇诺比奥之家，喜欢哪一箱就送给你，相信一定会有用的。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，我觉得有阴谋啊！这一般人都会选大的，对吧？我偏选小的。这些东西，哦，哎，它这个道具栏跟狂怒世界不一样啊，它只能存储一个道具啊。那我其他那些道具是干嘛的？啊，你说，我其他那些道具是干嘛的？那大箱子里有什么？这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大箱子可能更坑呢，对吧？这什么关卡？第三关，目标顶点比直山。Let's go。火球真好用哎！哎，又变猫猫了。猫猫就猫猫，这个花它会攻击我吗？哦，它会有个延迟。咦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？
这绿蘑菇干嘛的？哎，别跑！我加一条命的，七条命了。呵呵，哎，想打我？哦，这又是什么地点？它是不是有计时的？耶，好爽啊！这才第一颗星星。我如果没震碎旁边的话，我可能就没有发现它了。哎呀，这个印章我怎么死活就加不到？我难受死我了。终于。喵喵，你们是谁的喵喵？你，哎呦，我还会喵喵俯冲哦。我也会喵喵俯冲。哎呀，我呀，哎，气死我了！我也会嘛，这喵喵俯冲嘛。哦，爽！啊！喵！叫你们喵！莫名其妙加了一条命。是那个怪的奖励吗？哇哇哇！咦，这个树上一定有东西，吓死我了！我又跟着掉下去了。这什么？这是只有猫猫才能用的猫猫旋转。猫猫转转。呵，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这是啥呀 ？Hello。哦，隐藏关卡，这什么？哦，无敌星！啊！哎呦，我掉下去了，这样行吗？就是这么玩的吗？哦，那攻击我没门，这大的该怎么办呢？咦，哦，它有延迟的，好笨呐、啊！喵，这树上也没有东西。嘟嘟嘟，树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个跳台呀、啊！我们还差一颗星星哎。这什么？这是变成了蘑菇的猫，变成了猫的蘑菇。呜！直接新增两个关卡耶！你知道吗？通过网络通讯方式也能游玩啊，就是联机啊！哇，有机会连机，这什么东西、啊？奇诺比奥队长的最初冒险。哇！唱的什么歌？绿色星星猎人，奇诺比奥队长的大冒险。请收集关卡中的绿色星星，如果五个全部拿到，就送给你。最后，奇诺比奥队长无法跳跃，请小心。那我五个没拿到的话，那就不给我了吗？一个都不给我了吗？哦，也可以加速的。完全换了一个玩法的感觉，这地图设计的好有趣啊，都是视觉幻错觉。两颗了，这很简单，难不到我的。哎，鱼啊，它无法攻击啊！呀，四颗，最后一颗在哪里啊？在最下面，我会摔死吗？不会摔死还可以。呀，
绿色星星有什么用啊？我到现在都不知道。哎，之前那关落了一颗呀。哦，哎，之前那关少颗星星啊，但是以后我觉得落星星是常态呀。我再回去看一眼吧。哪里还有星星啊？树上。哦，旁边正好还有个小虫子，给我拿望远镜，那有啥用呢？给我望远镜，哎，这就可以了。但我只能再通一次吗？才能获得这颗星星？我离开关卡的话会失去任何道具。天哪！啊，这次终于好了，星星满了，15颗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成龙哎。普雷斯的扑通河流 ，Please， 你叫 Please， 你好啊，萤火虫，呵呵，成龙好久不见呢，在这个平行世界又和你相遇了。乘坐普雷斯冲向终点，上是加速，下是减速 ，B 是跳跃，多人游玩是做一样的操作，将可以大幅转弯或高高的跳跃。哎，多人的话是多个人骑在这个龙身上吗？哦，他不能潜水了吗？又是一个，这什么？那两边都能上啊！哦。哇，这掉下去怎么办？掉下去是不是就死了？有个印章。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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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怜的成龙。哇哦！这地方踩中了会不会好玩一点？啊，果然是这样的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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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这地方要减速慢一点。它有河水，哎，这个问题太难了吧？这地方怎么办？这地方怎么办？我就剩八条命了，再挑战一把。哎，肚皮是滑的，陆地也能走的。完了，一颗没加到，一颗没加到，没奖励。哎，给条命还可以。呀！惯性太大了，哎呦，我这看见他了，我都没夹到，我应该跳一下。哎，我可以站起来。哎，他跟我说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就我的铃铛不给你。就开始跳棋了，爬旗杆。哎，成龙的贴纸，我可以通向城堡了。那还有一个关卡，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老虎机吗？敲打砖块凑齐图案，最高有机会获得777枚金币。收集到100枚，玩家的生命就会增加一。哦，是真的吗？你们没有骗我吗？你们没有骗我吗？是真的吗？好吧，这是看运气还是看眼力啊？呀呀呀呀！哎呦，还可以啊，双的。哇，这金币根本加不到啊。好吧，它可以无限让我用吗？消失了，果然都是一次性的。哎，那地方有个洞哎，这是干嘛的？他选关地图，哎，又是要给我奖品，我这次选大的，金斧子、银斧子，我选金斧子，这不一样吗？你是耍我吗？你是不是在耍我？第五关马戏团，玩一玩 ，Let's go。
哦，上面那些东西可以打吗？哦，这是一旦踩中就会变颜色的，所以要全部变成黄色嘛。哎，火球多舒服啊！耶、yeah ！哎，怎么发不了火球了？哦，最多只能发两颗呀，我一开始还不知道。嘟嘟嘟嘟！哦，这游戏快着玩特别爽。没关系，我还有，哎，我没有猫猫，气死我了！你们这些臭蜜蜂，哎呦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一无所有了。这什么？哎，还行，我变大了，碰棋会变大耶。呜、哦，呀，又碰到了，气死我了！耶！啊，芝麻开门，耶、yeah ！变成小小的一个了。这什么？等一等一下，这里有魔方，怎么是计时的？哎，我没有道具，我只能一个个敲啊。哎，怎么消失了？加时间的，好危险，我差点掉下去。这个管道我不知道通向哪里了，先把星星加到再说。 Excellent， 这什么？哦哦哦，不理他们，不理他们，猫猫，不理他们，不理他们，不行啊！呀，还是猫猫好用。哎，上面有个星星，我应该加的，哈哈，眼神不好啊。我这次就爽了，哎，直接就找到了。这次红圈应该很好过了吧？我一次红拳都没过过，给道具的这个东西啊！哦，这什么马戏团啊？哎，印章加不到了。哦，猫可以，直接爬齐。我还可以进这个洞里要礼物吗？不让我要礼物了。好吧，那我今天这个超级马里奥3D世界就先玩到这里吧。这边也可以走，不过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了。我已经能感受到这个游戏的难度了。好吧，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李云，下期视频我还会见你。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，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